师，那你的爷爷郎子和老先生要从这个传承体系辈数上论的话，我得称太师爷了啊，太师爷。太师爷郎子和老先生他是生于哪一年呢？1890年好像是。哦，1890年，那么到现在2024年，这120多年了。120多年了啊。他那个我你经常给我传授啊，说那个郭兰村老先生，陈春福老先生，都比他年龄小，是吧？对。啊，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一起到了春天就一块做风筝，放风筝，是吧？啊，不光是他们，当时如果当时做风筝的人可能比较多，他已经形成一个民间民俗活动了，就是他们嘛。这个奈何州东西的吧，不是一个人两人，人比较多，当时是什么人我就不知道了，那也跟着谁学的我也不清楚了，当时那个他隔着一代的比较行哈，要就是俺父亲的样，比如说，是的，我是不知道是的，他肯定是有一伙，肯定有一伙，因为当时潍坊市。那个城圈里边就是那么多少户人家，是的，是的。潍坊有个说法，就这个十门九亲嘛，他就把他个面开平了，所以吧，就是谁大部分人，你城南或城北的人，几乎都认识，都认识，所以很说的。这陈春福的话，他好像也很亲戚关系啊，他这将来也别说啊。王老师，你刚才谈到的这个郎子和太师爷，他跟那个陈春福，还有那个郭兰村，他们那个时候一块儿，都是做风筝、画风筝啊。你讲一讲那个太师爷、郎子和老先生，他做这个扎制风筝，他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和特色和长处呢？在这个潍坊风筝吧，总的来说，就是工细，工细，一个是工细，一个是品种多。哦，哎，这个潍坊这个武功哈，特别是这个胡金柱这个胡派武功，那确实是很好。在这个潍坊风筝吧，就是很工细。你看我当时我见了一个当时可能那个风筝吧，是我。船不是个船棚，船棚那些结构件就是那连接件，就是铜点你要我他可能那也弄不了，因为你要他那个东西你必须专门手工才能做，因为一些铜件的结合，但是那些模型什么的，一般不能，一咱都大部分都弄不了，所以他就我估计这个东西和俺事业有关系啊。他做这个首饰的首饰，上是银的，银的，但是它是工具，它是工具，它是一个样的啊。你不管你做铜的、做银的、做铜金的，它是工具，它是一个样的。俺爷那个风筝师，这是亲戚或朋友，以对这个风筝为荣啊。哦，对，他是我有谁的风筝啊？他是潍坊风筝泰斗嘛。得到太师爷的一支风筝，那就是很荣耀啊！这是他说我有谁的风筝？我有谁的风筝啊？那就可能就是这种情况，这个是我知道。就是说，作为一个学生吧，向老师呢请教一下，就是说你的长辈啊，当时呢也是咱们潍坊比较有名的啊风筝大家，也可以说是风筝泰斗啊。你来介绍一下，就是说你爷爷啊那个时候。咱们潍坊啊，放风筝的民俗的是个什么情况，好不好？好，你讲一讲。在潍坊放风筝啊，吧，是这样，由来已久啊。这个过去历史上也见证，曹雪芹也见证过啊，有一点慢慢的解释。其实风筝吧，我觉着就是，不仅是光潍坊有风筝，所以各地都有风筝，但是呢。都没形成气候，未形成气候，都没达到高水平。唯一潍坊的风筝呢，达到高水平。是吧？这里边有个一个小一个一个一个有一个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。一个
潍坊风筝嘛，除了这些就说上层当时的上层社会啊，有文化的人，嗯，他们也有爱好，也有爱好，嗯，也有爱好的啊。所谓周董事呢，就是你像画的吧，也想体现他这个画的功夫，对吧？嗯，扎的呢也想把怎么把他的扎的怎么好，嗯，所以他们这些人玩风筝呢，他不考虑成本啊，嗯，是吧？只要玩的痛快，弄得好，嗯，哎，他们不讲成本，嗯啊，说怎么好怎么使，也不耽误他们有时间，嗯啊，有钱，有钱，啊、嗯，所以呢，他就是不是为了赚钱，嗯，是为了玩，嗯，玩的痛快，嗯，是一种文化活动，哎、是文化活动，嗯，哎。他一说，所以这个情况呢，所以进入潍坊风筝吧，基本上就是两大派，一大些认为吧，潍坊风筝吧就是阳光不风筝。我觉得这个事吧，这个说法还是欠妥当的啊，欠妥当的。真正潍坊风筝吧，就是潍县城里边那个当时那个城旮旯里边、嗯、这一种人，这部分，再加上东莞那个小城、嗯、那一边吧、嗯，那一边那一组人吧，那是真的玩风筝。那就是说奎文区了，哎，就哎奎文区这个范围里。原来呢，在潍坊有一个防洪场地，有防洪场地就是南关坡的地方。南关坡啊，南关坡。嗯，也就是说，咱潍坊这个放风筝的民间这个民俗活动是由来已久的。那个时候就已经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放风筝的场所啊，场所。哎，你像刚才你讲的这个南关坡啊，还有白浪河边儿上、啊，对对对，那叫河滩，河滩啊。哎，那么每年春天呢，我们潍坊男女老少呢，都到那儿呢放风筝玩耍，对是吧？哎，刚才你讲到这个。